终于找到了马来西亚的优桑娜办公室了。嗯，有公司地址在这儿，这还挺难找的。 M2 真不容易找。哇，这大门挺大的。哇，办公室挺大耶。参观完这里，嗯，全部写上中文的嘞。这是见过你吗？哎，这个杯子好。这个办公室还挺多样化啊，什么都有了。我这里很多女性哎，真是帅哥。我们所有产品都在这排队了。办公室好大耶，这办公室真的好大哈，比新加坡大不少耶。我们的创始人在这个大大的柱子上微笑呢。我的产品都在这儿。蓝宝坚果泥，哎，坚果泥怎么是这个颜色？对呀。它这个叫坚果泥二呀。还有这种形象，那我们买点吧。嗯，得买点。可多，嗯。美宝。哎，这个消化酵素也是二。那你奇怪，再买一瓶。加了一个二。那这个是，这个也是二吗？就肝脏宝石，但这个消化酵素是二。嗯。这个也是二啊。不是，这个是我们的 BB 十二。还给每个不一样的。哎，这个 Omega 也是三。嗯，三 plus， 我们那是就没有三 ，poly C 也有，这是为什么？标准 C 一百，它这有一百，嗯，标准 C 一百只有美国有。牙膏都有哦，那个卸妆垫，哎，这个是卸妆液，这卸妆液，一套都有，好像都有哎，就是没有，它是没有洗发水或者那个，没有洗发水，嗯，在亚洲都不会卖的。那这办公室真的很大呀。
到了这儿。That's everything. 好多呀。要买一点产品，每次旅游的时候必须买一点产品带的，是。我们这里很多客户哎。三六的产品用泰国的号码。Yes. And the customer service. 华西。Thank you. 出发了。算了，算了，参观马来西亚的Sana Health Science, Salt Lake City. 我们八月份就可以回家了，八月份就可以回家了。Yes, 回到美国喽。